大家好，我是龙庆泉，来自神秘湘西，欢迎大家来湖南来湘西玩。我们湘西人的特点就是淳朴好客。我们湘西有美丽的凤凰古城，有那个宏伟壮观的矮寨大桥，还有这个奇山异水的芙蓉古镇，以及龙山出土的这个历史文物秦简，还有我最喜欢吃的香肠腊肉。